看。啊，可以。
是要走这边还是左边？哦，那我走错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爬回来。没关系，不要不要，我来啦。我很难上去啊。拖鞋啊。哇。拖鞋就好了，穿拖鞋。没关系啊，就下去了。哦。有机会。我四天来这。你确定选这个比较好吗？继续走吗？对啊，你先走好了。没有啊，就走一条路啊。那这一条下来是这边啦、啊。嗯，对不对？嗯，直走比较好。
逃跑。
个缆车，然后电力暖气就不开了。有可能哦。有开是开很弱。对，我觉得它开太弱。超弱。就贴着它。连出来厕所都很冷。因为门就在旁边，门太一直进进出出人太多了，一直开关开关没用。好不哦，什么都看不到。上面什么都看不到。嗯。哦，狂下，那明天又有好雪是吧？对。要晚上比较有效。昨晚上我们在泡汤的时候，就是说没有飘雪，没有啊，我们在泡汤的时候。我昨天一直到回家都没有啊。对啊，没有。因为我昨天回家也才6点。对啊。7点了吧？7点，我们两个一起出来是7点。对啊，7点多了。那时候也没下。对啊。因为不然我们在泡就会头上都是雪。跟我讲话，只是要让我当镜子。对啊，没水准。你要一次一次跟我讲话。棒子打我。打你屁股。打你屁股。
你这里怎么那么深？因为我把冲力都拉过来了。哦，这里还没有跨过。真的吗？平啊，差点摔倒，我鞋子穿太松，我整个脚在里面动了。干嘛太松？
broke again, guys. Let's go, Leo.上班，哦，翻译跟后场工作还好。
男生，然后右边的开始转右脚，就这样不自觉脚就这样一直走动，然后后来左边的那个就跟着开始左边动。我刚以为他要做五个，吓死我了。他对他想啊，对啊，老师也不管，那是缆车站的管这个家伙。他们觉得很满意。松松鞋，应该超爽的吧？哎、欸，这是不合法路的，不合法。前面翻过橘网子就会进来了。哎、欸，只是我在想，我们下缆车，往这边滑，但是它下面那条路是来哪里？什么叫下面？它下面还有一条路。什么叫下面还有一条路？就是说，你在看。你说我们平常直直滑，那里还有个右转吗？我不知道那个可不可以下来。哪？等一下，哪里？就是往右转的路，还有最下面一层。哪里啊？刚下缆车。会不会这里是可以过来的？我们下了再回头转，就是在这个网子的内侧啊。你说就是转到这边吗？他们是翻过网子了，就转到这里吗？对啊，他们从那过去了。从这里转翻过网子就可以进去。这边或者这边都可以。哦，所以那我刚刚说的路过来是右边这一条。这个是一条路，这是比较平的，那也是过来而已。对，过来而已。没有什么意义。那比较平，比较累。这边平的话，就表示前面陡，先陡再平。我完全看不到对面山。这次回头高，所以右边这一条对不对？对啊，回头这一条。好，我要可以分开啊，分开。
半小时。好棒、啊。就看你们两个人啊，鸟鸟。嗯。我都。那你为什么到这就变缓，就比较慢？我反正不知道我的脚的站姿或什么的。对、啊。或者我的板子没有打蜡就很不滑。我觉得是。欸上次有说要交换板子吗？因为他一直觉得我的板子怎么可能不滑，我一直跟他说我的板子就是比较不滑。有啦，板子越短越不滑。嗯。但是你用我的板子只差5公分而已。对啊，不会差太多。不知道，我已经很远很远开始冲了，然后我就会慢下来。但我有觉得是不是我的站姿什么的比较？本子就有点摩擦，虽然我觉得我是直的，但还是摩擦就越来越慢。对啊，有可能。上面老板好，就不知道，但是这个点就很好。然后听说另外一个北一区。
要被肌肉带一条命。
上次我们也停了。Thank you.
会搭扎好的，看一下。还是你点那个 crab 那个薄饼？不要，我就是喜欢吃脆脆的鲷鱼块。我没有了。
店很冰哈、喔，店很冰。你先下啊，你先下。
回去尿尿啊。现在还没。很冷，很冷，很冷。对啊，就是风一直灌过来就很冷。哎，光姐。